我们都做了，好多年了。你请你的师傅啊，还是为了当兵的时候，你看见做兵去玩，你叫没有？还做兵去玩的嘛？好不容易上兵，头路这还是很低的，啊不可以。袂得啊，头路，头路掉。那是我朋友讲的，后生是甲骨的啦。如果你薪水大票要三十万，咱台不能够有下三亿啊，袂感觉。可以，我会放在YouTube。因为头先我记得等下呢，我头先是为你，家己也是。